冬天一来到，苹果土豆少不了。尽可能的把它放在低温、避光、低氧的情况下。红红的苹果，咬一口，声音清脆，做出排骨会是啥滋味？真的是果香很浓郁，没有任何违和感。土豆营养丰富又管饱，和老搭档牛肉也能搭出异域风味。干干的那种，焦甜的那种味道去融入到这个锅里，所以这就是它好吃的原因。冬储食材这样存，花样吃法真馋人。史博士，不要回头。这好看吗？我觉得挺好看，但是呢，这个气质呢跟史博士不搭。这个呢，非常可爱。那不能可爱哦。看看这个，史博士，请猜我们给您头上戴的是什么？你们只能说对错啊。是活的吗？大概不是。意义上是活的。是植物吗？是植物。那是水果喽？可以是水果。是蔬菜吗？一半一半。啊，那就是西红柿了。这基本差不多。哎呦，吃起来要吐核吗？一般人不会吃它的核吧？又是水果，又是蔬菜，吃起来还不一定吐核。是红颜色的吗？不一定，它有的它也不是红的。我再给你提示吧，曾经有一首歌描述过它，这首歌红遍世界，深受广大阿姨们的喜爱。小苹果啊，你确定吗？三二一，恭喜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哎，还真是，您刚说小苹果一点没错。你看，你看，你看，是吧？我真是博士，厉害，厉害，厉害啊！今天啊，咱们不光是要把这个季节的冬储的一些个食材拿来吃，更要拿它来做菜，好不好？我进来啊。您两位刚才太会绕弯子了，我后来我实在绷不住了，我就说那首歌真的，这两位打一招呼，我们认识一下。大家好，我是涂瑞，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我平时特别爱做饭，我做的饭孩子、老人、老公都爱吃。大家好，我是王浩，我是一个专业厨师，我做的菜大家都爱吃。欢迎史军老师，欢迎。大家好，我是史军。今天请您来的不光是说这个我们在厨房里面要做菜，更重要的是请您给大家来普及一下咱们冬储的一些个食材的一些冷知识。好，两位今天做什么菜？酸甜苹果小排。来吧，挑。哎，这就是一筐苹果等你挑。它果形端庄，色泽鲜艳，酸甜适中，肉质细嫩，清香宜人，最关键的是冬天这个时候极耐储存。我们今天吃到的这个苹果啊，就是红富士。这红富士啊，真的是苹果界中的大明星啊。通常来说，一半以上的我们吃到的苹果都是这个品种。甘肃啊，本身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优质苹果产区，因为这个地方首先光照特别足，另外一个它的昼夜温差是非常大的啊，这个时候就有利于它的糖分的积累。那咱们第一步，咱们得削苹果。削苹果，那你来。咱来个削苹果比赛吧，一块儿削，看谁削得快，皮儿又不断。皮儿不断，削得快是吧？你用什么？苹果呀，刀啊。用刀是吧？对。好，我用这个。我有这个。那施老师，您当评审哈，您喊开始啊。好，三二一，开。我天！哇，我就是这。咱们俩还比吗？加油！来，再来一个啊！你看，这就是技术的力量。这就是科技的力量。苹果比较好。不着急，我等着你们。啊！但我们现在你断了。还真是。你断了。哎，所以比赛结果显而易见，第一名是小布同学。第二名。第二名，你们都差不多吧？我差多少名啊？所以我能当这第二名吗？梅哥可以当第二名。人生总要赢一头。那咱这苹果皮就不要了呗？还得留着。留着。咱们还得腌排骨吃。但是好多人他们担心苹果皮上有辣。苹果皮上当然有辣了。我们说的苹果皮上辣，通常来说就叫果辣。比如说我们吃葡萄的时候，那白霜，那其实也都是果辣的。为什么看着我们的苹果那么漂亮？它主要的这个色素就是花青素了。花青素虽然有一些这个抗氧化的能力，但是它的味道是有涩味的。特别是那种越漂亮的苹果啊，它里面的花青素含量越高，也就意味着它的这个涩味会更重一些。哦。
现在开始来腌排骨，先把肉放到苹果皮上，它有一些果香，可以抵消我们肉的腥味儿，吃起来口感更好。我们还需要加一点姜片，刮一点柠檬的皮。其实水果跟猪肉、跟牛肉、跟鸡肉都是非常搭调的。它今天用的这种方法呢，其实是利用了果香跟果酸，把肉的这种纤维物质给它打散，让它吃来会变得更嫩，它的这个香味就可以散发到这个肉里面。接下来我们再搁点黑胡椒。黑胡椒。现在要把啤酒倒到这个盆里。加啤酒可以让它更快的入味儿，通常也会让我们肉变得更加的松弛。再来撒点盐，撒点盐，腌制一段时间。我要考两位一个问题，你们觉得苹果的品种有多少种？上千种。那低了，一万种。高了，五千种。低了，八千。高了，九千。高了，八千都高了，九千都不够了。对不起，智商跑偏了。是七千多吗？对对对对对，是吧？目前世界上能够查到的啊，有登记的大概七千多种，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咱们腌排骨这会儿，我给大家做一个甜点，烤苹果。咱们先来给苹果掏一个洞，先把它切开一部分，把它的核给掏出来。这个不能掏穿了，咱们要用的这个辅料把它放到这个洞里。现在往里加两勺的白糖，咱们再加点肉桂粉，少许。其实关于苹果，有人就曾经说过，烤完的苹果营养还会有吗？当然有，它烤完以后里面的不管是糖也好，膳食纤维也好，还是矿物质也好，都会保留下来。对，我们在每个里头又搁了一小块的黄油，这样它会更香。我们需要包一下锡纸。包上去烤，什么火烤多长时间？200度的火烤40分钟就可以享用了。好嘞，接下来我们要做排骨了。我需要油。对，油烧热了之后，我们先把肉桂条和这些佐料煸一下。从专业的手法来讲，所有的香料应该用油去释放一下。煸出香味以后，咱们再来下洋葱。没有想到。年纪轻轻这么喜欢吃洋葱了，是吧？因为爸妈爱吃，是吧？你爸妈吃洋葱养生。哎，但很多人说吃苹果也特养生，比如说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吃苹果还是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帮助的啊。我刚才说这里面有糖，有膳食纤维，有矿物质啊，特别是膳食纤维可以帮助我们的胃肠道能维持健康，这很重要。刚才呢，我们把这个排骨它变色之后加了一些生抽，咱们现在可以把这些啤酒都给它满上。这个啤酒花的风味有微微的这种苦味，而且不会觉得腻啊。另外加啤酒炖菜的时候呢，一个是让肉能够更加的软烂，另外一个呢它香气会增加。啤酒在挥发过程当中会把肉里面的腥味带走，还有啤酒里面有焦糖色，可以上色。对，咱们还得来点蚝油，再加一点老抽，让它颜色更浓郁一点。然后给它咕嘟咕嘟咕嘟炖多久？咕嘟咕嘟炖45分钟。这样的话，全家人都能吃。咱们现在先把盖儿盖上，让它咕嘟个15-20分钟的。然后咱们先来切苹果。我们先把苹果去核切块。时间差不多了啊，那咱们准备加苹果了。来，加苹果。可以了，那我盖上盖子了。可以了，再咕嘟30分钟。再咕嘟30分钟之后，苹果跟肉就化到一起了。其实关于苹果呢，我还是有几个问题想问一问，就是我们家有时候买苹果买特多，放到最后总有几个特别蔫儿。如果苹果太多的话，保存的方式仍然是低温冷藏，不能密闭的太狠了。有些时候吃到的苹果会有那种酒味儿，那就是因为你这箱子封的太严实了，或者是储存环境太密闭了。它把自己酿成酒了。因为它在有氧情况下，它会是进行有氧呼吸，就是把这个葡萄糖啊或者其他糖类物质转换成二氧化碳走了。但是如果氧气不足的情况下，它就进行无氧呼吸，代谢就产生了酒精。还有一个就是，我以前发现苹果跟香蕉搁在一起，香蕉很快变烂。其实苹果啊，它是会释放出一种化学物质啊，叫乙烯。那种气体呢，本身就是水果成熟的一个信号。香蕉接受了苹果发出来这个乙烯，它立马就打开了这个成熟的开关。香蕉是一个典型的我们叫呼吸跃变型的水果，一旦开始呼吸，嘣一下这个呼吸量就上去了，而且是不可逆的。
啊，所以他们俩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性格。成熟的苹果会释放出能够使水果成熟的气体乙烯，对香蕉、芒果之类的水果有很好的催熟作用。如果想让它们快速成熟的话，不妨让它们和成熟的苹果装到一起，交流一下气味哦。哎，差不多了吗？差不多了，咱们可以看一看。哇，是不是很香？真的是果香很浓郁，果香味的排骨，谁见谁爱。而你这个柠檬跟苹果在里边好像没有任何违和感。咱们传统吃的不是话梅排骨啊、糖醋小排啊，其实也借是这种小酸甜口，能把肉的腻压下去。但今天我们用苹果的酸甜果酸，包括那种柠檬啊、苹果皮的香氛，把它压下去了。植物的这种有机酸啊，在烹饪里面实际上大有用处。柠檬酸，我们通常把它形容成像长矛一样的锐利，直击味蕾深处。那苹果酸它就比较钝，所以它那种酸味儿可以带来我们菜肴里面的丰富的变化。所以说呢，有一个好牙口就能时时刻刻享受美食。WO 的双管白牙膏，它双重美白去护合一的，泡沫特别的细腻，不仅能够去渍美白，还能够防渍固白，真的特别的好。回家吃饭由 WO 特别支持 WO 双管白牙膏，双重美白去护合一。果香十足的酸甜苹果小排，用苹果皮等去腥调料腌制好的排骨下锅煸香，下入啤酒炖煮，最后加入冬储常备苹果块，软烂出锅即可。在这儿给您画个重点，腌制时加入苹果皮，既能去腥，还能增添果香味。那咱们接下来要做的这个菜是，今天我们要做的呢是牧羊人派。什么叫牧羊人派？这个牧羊人派呢，其实有一个非常久远的传说。牧羊人派是一道风靡于欧洲民间的美食，据传它以土豆和肉馅为主料，常用羊肉碎或牛肉碎与农场中的蔬菜炒制炖煮后，再盖上土豆泥进行烤制。相传因为这道菜能够快速为身体提供能量，深受牧民喜爱，故此得名牧羊人派。这个土豆呢是刚刚我已经给煮熟了的，只要是你带着皮去煮它，它里边的这个淀粉质是不会流失的，而且它土豆的味道是最大化的保持在这个土豆里边的。土豆相对来说它已经是营养非常全面的一种主食加蔬菜了。我正想问说土豆到底是主食还是蔬菜，你们觉得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蔬菜主食吧。主食是吧？我还真的是看了一个报告，好像世界农粮组织已经对土豆做了一个新的定义了，已经不是以前我们认为它是一个菜了，对吧？对，这是一个人类非常重要的一个食物的来源，也是碳水化合物的来源，因为它本身确实能够提供我们大量的碳水，而且它本身的出产热量的效率相当高。比如说你有一亩地，那你种土豆得到的可食用的热量要远远高于小麦和水稻，而且它里面营养成分也全面呀、这里面还有人体需要的一些蛋白质、维生素 C， 还有很多的我们所需要的一些矿物质，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接近完美的食物了啊。之前有个说法就是每天什么别的东西都不吃，你只要吃几个土豆喝杯牛奶，基本上你一天的营养就全面了。哎，一语成谶，我说着牛奶就加进去了。哎，这个呢是用这个牛奶跟这个无盐黄油不断地把这个土豆泥给乳化，让它去吸饱了牛奶跟黄油的香气，这样土豆泥呢才会滑润。今天呢我们加入一些海盐跟黑胡椒去做一个简单的调味。现在呢我们起锅重头戏，冷锅加入橄榄油，然后加入洋葱，加入蒜，我们用橄榄油的热度慢慢给它煸香，煸出金黄的色泽，然后呢我们把它放一个圈圈。看好了，玩起来了，我中间弄一个圈圈啊。对，为什么中间掏个圈圈呢？因为我们需要让这个洋葱跟蒜的这个香味去不断的炒这个牛肉，让它们融为一体。
所以要翻炒，但是不能大翻炒啊。对，主要集中在中间扒拉肉馅儿，对，旁边的洋葱跟蒜的香会逐渐往锅中间聚。对，而且这道菜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肉呢现在已经慢慢成熟了，在成熟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汁液已经慢慢流淌下来了。这一步骤非常关键，我们这个时候把它混合。看到这个洋葱的这种锅焦干干的那种，对，让它焦甜的那种味道去融入到这个锅里，所以这就是它好吃的原因。对，就是它必须要产生这种焦糖化反应和这个美拉德反应以后，才会有丰富的香气出现。对，其实你看现在这个锅里已经没有很多水汽了。你知道陕西人看到这个的第一反应不是夹馍。那现在把它炒酥松了之后呢，这个肉馅呢就像海绵一样，它才会吸饱水。听明白了吗？嗯，大概又明白了，就是把水汽煸掉了以后，它的各种食材的味道会融合在一起，融合得更好。对，是吧？我们把牛肉的水分煸干之后，它能吸其他食材的香气跟水分。我这个特别重要啊！我炒红烧肉的时候，红烧肉的那个肉一定要煸干以后再加水。对，那现在呢，我们加入了番茄膏，让它上一个淡淡的颜色。我们全程保持大火，放入3-4片干的香叶。香叶的味道不要炒，是要炖出来的，因为香叶是干制香料，它沾火的话非常容易糊，所以我们当它保持热度的时候放入香叶，我们就开始烹入红酒。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全程大火，简单的调味，黑胡椒盐即可。当这个酱汁慢慢收稠，也就是红酒的酸度慢慢挥发的时候，酒的果酸也可以很好的来去乳化所有的酱。现在呢，我们放入这个牛至，很香。就是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刚才不能够去炒香叶了，因为红酒在挥发的时候，那个干香叶是带出来的，对，带出来了。对，那现在大家看到我们的锅里已经没有红酒了，没有任何水分了，我们加入鸡肉高汤。那如果在家里没有鸡肉高汤的话呢，我们用排骨汤、蔬菜汤都是可以的。我们简单的去加入2勺，以现在的这个汤汁，我们需要再收浓它1/3处。现在我们不断的用高火去推敲它。新红柿是最后我们要放的，是因为最后我们需要用新鲜的这个番茄还原这个浓重的这个肉酱的口感，去平衡它的。加入这个番茄以后，我们就可以关火啦，让这个锅的余温把番茄浸熟，然后番茄自己的这种微微酸的味道通过热度逐渐的去散发到这个肉里面，让它腌制一会儿。我们把它慢慢的压平压实。哇，刚刚我们炖的这个肉酱呢，其实还是有一点汁水的。这样土豆泥慢慢烤，面上呢需要有这个脆壳，然后底下呢吸饱了肉汁。这里有一个小窍门啊，大家看到这个是绞平的一个面，如果我们把它画成一个花纹，它的这个酥壳的那个面其实是有层次的。那我们呢，185度烤25到35分钟，然后现在呢，我们就开入烤箱。但是刚刚呢，我已经烤好了一份，然后顺便我把我们的这个烤苹果给拿回来。好，我有问题想问一下石老师啊，如果我们冬天爸妈囤土豆特多，但特担心割发芽了，那尽可能的把它放在低温避光啊、低氧的情况下，土豆会保存时间长一些。不能跟苹果搁一块儿吗？催熟。恰恰是可以跟苹果搁一块儿，因为土豆它不是植物的果实，它不存在催熟这个状态啊，反倒是苹果释放的乙烯，它也有促进植物休眠的功能，所以它在香蕉那儿是催熟它的，但是在土豆这儿就是促使它睡觉的。哦，一物降一物呢。苹果烤好了，那土豆泥您是让导演提前烤了一份是吧？是的。哇，这个感觉是秋天的麦田那种感觉啊。哇，受不了了，这个切完之后那个香气就四溢。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干酥的，然后里边是糯，在里边是肉。哇，尝一尝，尝一尝。土豆泥
再加上这种牛肉酱的一种神奇的结合，真的太满足了。这里面有满足人类快乐所需要的所有物质，就是脂肪和碳水同时塞满你的嘴，真的是那种感觉。而且它没有特别厚重的滋味，但是每一个食材的香气，包括香料的味道，就是你说的平衡。而且像这样的菜，其实特别适合大家在家里做。哦，吃苹果，把苹果忘了，甜品，甜品。软软的到硬的，它是一个渐变的这个口感。苹果吸了黄油的味道，非常润，但是还有一些香辛料的那种味道跟酸甜的结合，有点像这个热红酒那感觉。在冬天来上这一份儿，那是暖暖的啊。但今天我们苹果可以跟排骨相得益彰，哎，就像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土豆，我只能说牧羊人当年的这个派你来太好了。厚道甘肃，地道甘味，回家吃饭由静宁德味苹果特别支持。烤苹果，将苹果削去顶部，挖去中间的果核，加入砂糖和肉桂粉，放入一块黄油后，用锡纸包裹，放入烤箱烤至40分钟。给您画个重点，可以在放入肉桂粉后，根据自己的口味放入些干果。土豆牛肉新吃法的牧羊人派，牛肉末与洋葱末、蒜末、胡萝卜丁和芹菜末充分煸香，加入红酒、牛至、鸡汤熬制粘稠，铺上土豆泥烤熟即可。在这里给您画个重点，煮土豆时不要去皮，既能保证淀粉不流失，还能更好保持土豆风。两位打一招呼，我们认识一下。Hello 啊，不是你们俩互相认识，是观众认识。大家好，大家好。行吧，我被遗忘的博士啊，上面还坐着一位德高望重的。我来给博士一套。不是你要把对不起博士，你们还真行，一个忘了老板，一个是直给碗。对不起博士。